你为什么选择这个？因为刚开始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嘛，因为我们师傅他从来没有上过真人秀，开始有点担心，因为觉得师傅是很大的前辈嘛，然后就是我就会觉得师傅会不会很不好相处，会不会很难靠近，很难接近，对，很威严，不敢接近。然后这几天跟师傅一起相处下来，我就觉得师傅特别的平易近人，然后对我们特别的好。师傅有很多特别可爱的地方，然后我觉得师傅特别的年轻，特别的有活力。不要说我会哭的。Justin， 你真的，你再继续。你今天的任务是不是？好厉害，夸师傅一百遍，今天的任务。所以我就写了一句话，就是感谢师傅能成为我们的师傅。因为师傅选择的第一个综艺就是来当我们的师傅，我就觉得很感谢师傅能够成为我们的师傅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照片。Justin 的话打动了我，因为就是那个内容，那个感激让你很开心，觉得心里面很温暖。哎呦，纸巾纸巾纸巾，师傅真的很感动。一开水口就开了。谢谢，谢谢 Justin， 很有心。不用谢，我们是。因为当时这个剪影放出来的时候，非常多的网友不敢相信能请到你，觉得不可能，包括我现在也不敢相信你就坐在我身边。Hello， 不要晕过去了。所以我这就是。我先拿着这个。师者。谢谢。很有意义啊。